在这里看到一个 Anne Frank 的雕像嘛，这个就是写安妮日记的那个人，他在荷兰还挺受欢迎的。就是说他2004年他是在这个最伟大的荷兰人中票选是排名第八，第9是伦勃朗，第10是梵高。对，看看 Anne Frank 的社区。Ik weet wegwenden van het geheel. Wegwenden voor de spelgap. De gangen door. Ik loop de spelpunten.这是什么？它还是阿布的日子。嗯。Wow, so lucky, it's really.家阿姆比较有名的肉铺，这家 Kamafleis， 然后我买了4种肉，然后在旁边的鱼铺买了一个鱼，这个的话是猪脚，然后买了个长的排骨，猪肋骨，猪排骨，这个是打75折，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猪骨头，就是这样的。嗯，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哪个部位。嗯，没看出来。嗯，这个就是猪筒骨，筒骨。然后这里下面还有2个阿乐比较喜欢的三文鱼头，三文鱼头，这里是1块钱一个，买了2个。对，那一共加起来12块左右。这么多肉只要9块钱，猪肉还算便宜的，9欧，1、2、3、4。这个打折的话，今天就直接先把这个吃掉。这么大的三文鱼头，1块钱一个，比东方行呢便宜一半，
但是问题就是他没有处理，所以得自己处理。这个是100年的蛋糕店，好大呀，这个确实好小，非常的迷你。宝宝 ，chocolate。Is this a like model? Okay. 手心先来一块，这么厚的，这是一片。法式的会不会超级甜啊？这给你。手心先来。手心要切一块大的。最近发现好吃的，来个大的。来尝一口看看，我这边。来 ，Cheers。嗯。青柠吗？哦，哇，好酸啊！哇，奶油味好足，夏天的感觉来了。哦，里面的细节，看这一层都是柠檬，柠檬大一样。白白的，好像也是柠檬。嗯。这几天下雪，这个樱花全部都吹完了，这棵也是。